啊？谁？应该是。我带个鬼啊！
Thank you.
谁？你儿子不是休假、啊、他怎么没有一起来？他就不想来啊。他自己在台北。对啊，他明天上课，我们明天再多请一天。哦，也是。那他声称自己有学校有出啊。不知道你能不能出。正常吃。你就我叫他把不能吃的，就叫他吃软饭。这个应该会有锅，有牛奶，没关系啊。大的明天再打一个。对啊。好，先吃软饭啦。Thank you.
以啊。
开口的。所以你是说啊，假设阿玉，你帮我缺一个美工，阿玉，你可以帮我留意一下他们亮相吗？没有说你要主演多久，但是你可以交代他们要做什么事，做什么事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就行。然后你要出门之前，你再讲一下，那我今天